国女歌手 Mary Jess 首次来台，将在台南参加耶诞晚会。她刚结束隔离，就提前与大家见面，现场演唱《Did I Make the Most of Loving You》，让现场观众贵宾欣赏到天籁美声。Go to the end of the earth.荷兰美声歌手马丁霍肯斯今年再度来到台南，现场带来歌曲《To Make You Feel My Love》。像今天的天气这么好，哦，我们觉得很开心，在冬天的暖阳下，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徜徉在艺术的这个殿堂里面，尤其在运河旁边，我们觉得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首都举办的水水安平2020国际河岸艺术节，以台南应用科大学生的展演节目与体验互动为主，展现出丰富的音乐与艺术表演。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艺术领域走到社区，在街头跟民众很亲近的做一些互动，把艺术的能力把它带领出来，大概跟我们的环境做结合，那一样的未来能够用艺术力可以展现城市之美。黄伟哲表示，台南为文化古都，在安平运河旁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的氛围相当好，国际音乐家 Mary Jess 跟马丁霍肯斯带来的演出也相当难得，让民众大饱耳福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史金旺台湾台南报道。